各位哇，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欢迎参加活力圣公会国语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本周金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粗暴，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邪恶的舌使人心碎。箴言十五章一到四节。愿主与你们同在。下面我们请诗歌敬拜小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弟兄姐妹们平安。主日来到神的圣殿，心情如何？喜乐吗？是的，神是给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我们的敬拜，我们当然要喜乐啊！我邀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诗歌，让神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神的灵再一次来，让我们的枯干的灵再一次的能够来滋润。阿门。常常喜乐，大声的唱哦，拍手。
接下来这首《亲眼看见你》，我邀请大家先把歌词念一遍，请。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是的，从前分文有我们的主，现在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主，因为是主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是主翻转了我们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称阿爸父神，我们可以称亲爱的主。即使你在今天任何的情况下，只要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的主是垂听祷告的主。阿们。我们接下来我们唱这一首《亲眼看见你》，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敬拜的心、祷告的心，亲眼看见你。
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站在你的圣殿，我们要来敬拜你。是的，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我们立下心志，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愿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亲爱的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的牧者，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与宣牧师、杨牧师，更与我们的孙传道他们这三位的牧者同在，看顾他们的家人，在服事上，主啊，你加添他们的信心，加添他们的智慧，来牧养你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主你所爱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单单来仰望你，我们单单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我们恳求你，你与我们同在，你用你的圣灵，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都能够合而为一的心，愿我们能够在所信的福音上，我们齐心努力，为主的福音所来侍奉，所来敬拜。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求主你赐福他们，在信心软弱的上，主你坚固他们，在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们，主你医治他们，看顾他们，主也让还没有来到教会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用你的爱再一次把他们的心夺回来到圣殿来，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使徒信经是早期基督徒留下的信仰总纲，我们请大家继续起立，让我们一起诵读，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用竭心的公祷文来做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远离你的时候，你的爱子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负清罪债。求主用圣灵感化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靠主基督而求，阿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雅芬姊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姐妹们平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论舌头，我们的弟兄，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窒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以上是神的话，感谢主。上个星期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谈到看不见的信心，我们可以用看得见的行为来表现出来。今天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也可以用言语来表明出来。如果我问大家，言语和行为，你觉得哪一个更能表达一个人的真实的性格，你会怎么说？那中国人常说要言行一致，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我们言行不一致的时候，大概我们所说的就不是我们的真心话。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通过第三章的经文来一同学习，我们怎么可以依靠神，用舌头来彰显神的智慧，让神得到荣耀。那中国人常说一言兴邦，一言上邦，言语的力量可以是很强大的。那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雅各用了几个比喻来说明言语的力量。第一个比喻是马嘴里的脚环，它可以使我们顺服，有能力调动我们全个身体的力量。也就是说，言语的影响不单单是局部的，而是非常的广泛。那有一次，有一个在一个小的村庄里边，一个经常说闲话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做法很不好，感到很后悔，所以他就去找村庄里边的一个智者，一个聪明人，就问这个他应该做什么事去弥补他的过错。那个智者就告诉他，你要拿这个枕头到山顶，然后用刀破开那个枕头啊，完成了以后你再回来找我。这个说闲话的人就按照这个智者所说的去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就回来报告说，哎，事情办得 很顺利，也不需要什么功夫来清理现场啊，因为那个风已经把所有的羽毛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那个记者就对他说，很好，如果你真的想弥补
你说闲话带来的伤害的时候，你就去把所有的羽毛收集回来。哇，哪个说闲话的人听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可能做得成的任务。大家可以明白，伤人的话一旦说出去的时候就收不回来，它的影响有多远，没有一个人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就是言语的力量。第二个比喻就是这个船的舵，虽然很小啊，但是这个可以控制船前行的方向。那就是说言语的力量不单单是它的影响可以去得多远，它也可以改变人的路的方向。那今天坐在这里大部分我相信都是移民吧，移民本来没有什么对或是不对，是吗？但是却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生命方向的一个改变，对吗？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做移民的决定的时候，是否受到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言论所影响我们的决定？而且是言论，我们有没有实际上经过事实的核查呢？那今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香港的新闻。今天在香港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在2019年参加这个非法的社会运动而坐牢。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集权统治下的受害者，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政治煽动的受害者。我在这里没有权利去判断谁对谁错，但是在电视上我看到一些在监狱里的年轻人，他们反思他们过去经历，他们听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煽动而犯罪，他们内心感到很后悔，他们的生命的方向就因为这些没有实实根据错误的言论言语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就好像一条船它的方向转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很可惜。第三个比喻就是火，当然火在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最终它可以把整个树林烧毁。那它说明的不仅仅言语的影响可以很远，它的破坏力也很大，整个树林就可以因为火的原因烧毁，就是说里面所有的树木烧毁，多久树林里边所有的生命。那雅各在第六节很清楚指出，这个火是从地狱里边点起，点着就是生命的轮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点起生命的轮子？地狱的火跟地上的火又有什么分别？让我们听听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如果你要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因为没有手进永生，总好过你两只手进地狱。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每年都发生丛林大火，对吗？不过无论火有多大，它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对吗？原来耶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地狱的火是怎么样的，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这火就代表永远的诅咒，与上帝永远的分离，与一切的美善永远的分开。就是因为地狱是怎么可怕，所以耶稣很严厉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尽一切的能力避免地狱的永火、地狱的惩罚。我们会问怎么避免呢？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不要让一个小子，什么是小子？小子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还不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不要让他在信仰上绊倒。那我们怎么可以，你说怎么 我哪个什么时候绊倒我们当中的一个小子了？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很常会发生的事，就是我们舌头，那不受控制的舌头，他所出的言语可以产生很大很广泛的影响，影响很多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方向，这个方向很可能就是这里所说地狱的熔火。请留意我说的不受控制的舌头。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舌头吗？雅各说人可以控制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但就是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舌头。而当舌头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不只是的恶物，蒙了害死人的毒刺。那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经历就是当我们生气很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很多时候都会说出一些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说话。你们有这个经历吗？所以辅导员啊，很多时候都会告诉我们，哎，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最好不要跟对方吵架，最好啊不要在哪个时候做决定，最好不要在哪个时候回复电邮。大家有试过吗？你说不容易啊，牧师，你讲就讲得很简单，不容易啊，我生气就是不能控制嘛。当我们心中有这个愤怒，有这个火在燃烧又爆炸的时候，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啊？辅导员又会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技巧？他说比如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里边说慢慢的数一二三，慢慢的把这个怒火平息过来，对吗？或者是暂时离开现场。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方法，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技巧只能够减小或者是避免进一步的散开。没有人可以成功的不受任何伤害或者是错误的话。换句话说，雅各这里所说没有人可以控制舌头是对的，但注意，没有人能控制不代表不能控制。我们再看下去，好，在我们讨论如何控制舌头以前，让我们先看看第九、第十这两节的经文。雅各这里告诉我们，舌头虽然可以说诅咒的话，但是同时它也可以说赞美的话。那请注意在这个第十一章他所说的，船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和甜两样的水。这里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说我们的舌头就好像一个出口啊，将泉水流出来，这个泉水就代表我们生命里边的内涵。那我想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济于内，行济于外。里面是什么样的水流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水，这个很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对吗？为了让这个观念更深入的进入读者的脑海里边，雅各还用了其他的比喻啊，他说无花果的树怎么可以生出橄榄呢？葡萄树的树怎么可以结出无花果呢？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啊。
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啊，就当在忌讳的婚油上显出他的善性来。那第十上对十上节的经文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有智慧的生活，我们就需要有智慧的生命。那请注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智慧和知识，他指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智慧，也不是对世间万物的了解，他所说的是生命的智慧，对世界做造物主的认识。那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必定充满神的智慧。那么只要我们让圣灵成为我们马口里的脚环，或者是成为我们的船的舵，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说出合神心意的言语。但是大家留意，不幸的事实是，并非每个信徒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上帝。我们很多时候的人员牢牢的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驾驶摩托车的经验？有吗？ motorcycle 我没有，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坐过一个朋友开的这个摩托车，我记得我坐在摩托车上的时候，我就紧紧地抱着我的朋友，当他转换的时候我感觉哇，整个车都向一个方向倾斜了。哇，那个时候我很害怕，我还以为哇，我就要碰到地上了，我要出意外了。你想到我那个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我就把那个身我的身体向另外一个方向，希望把那个车平衡了。哇，很危险，大家都明白哪个危险啊。也好，我哪个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开车，所以今天我还可以在这里跟你们说话。那弟兄姐妹留意当我们接受了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马口里边的脚环，也是我们船上的舵。当上帝需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配合？不要对着干，不要好像我一样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样神才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就能够很自然的发出属天的智慧，那么我们的舌头就能够成为我们内在智慧的窗口。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经常要求我们怎么伸出你的舌头，然后医生就会从我们的舌头大概可以判断我们的健康状况，对吗？同样我们舌头上的言语也能显明我们属灵的光景。今天我在社交的媒体上，很多时候都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说出言秽语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对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就诅咒他，咒骂他，但同时要很高调的告诉人我是基督徒。大家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情况，我当然没有权利在这里判断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但凭着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众人他们是基督徒，我想大概他们的灵命也不是很健康吧。我实际希望这个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行为不愧成为基督徒的主流。好，我们再看下去。那虽然仍然认为基督徒说脏话的或者是随意诅咒人的不是大多数都是少数，但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都会偶然做错事讲错话，对吗？如果恶人是如此有破坏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如何
去避免说恶言呢？雅各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那在希腊原文，清洁这个字跟心洁这个字的字根是相同的，那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清洁不是身体上的清洁，也不是道德上的清洁，而是属灵上的清洁。简单来说，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当我们的罪被洗干净，被称为义，被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边，从神哪里所得到的智慧，哪个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留意雅各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他说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那就是说有一个先后的次序。首先我们需要从最终得到洁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我们上帝和好，与其他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在和好以后才能有温柔良善满有怜悯的果子。那请注意雅各如何将解释金钱的品质描述为果子，这让我们想起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九种属灵的果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植果树的经验，我想很多人都有我也有。有些时候当我吃了一些很好吃的水果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种子放在泥土里边碰碰运气也不错，到现在我有三个种了三种的果树出来了但是我忘记了贴上那个标签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果树出来是什么果树，我只记得是三种不同的果树所以我就带有很大的好奇心去等候这个果子出来是什么果子说挺好玩的那提到果子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很有经验的弟兄分享我这个经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你从种子种果树你大概要等十年才可以看到第一个果子。哇，我就听到的时候心里一沉，十年了，人生不多十年等十年才看到果子但是我也很感谢他告诉我这个，因为他告诉我他这个提醒我就确定不把那个果树种在土地里，我还是种在这个盆栽里边为什么呢？因为再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要搬家的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个果树带走，还可以看到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结果子是需要努力忍耐的。同样当我们要结属灵的果子的时候，也需要实践努力和忍耐。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舌头赞美而不是诅咒，如果我们想希望我们的舌头讲的是美好美善的话而不是骂人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去操练我们的舌头有人根据圣经的原则使用了一个用字母首字母数舌的字 think 来指出有五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操练我们的舌头第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会故意的撒谎，对吗？但是在今天资讯怎么发达怎么爆炸的时代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没有核查事实的情况底下转发我们收到的信息，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我们在转发一些没有事实核查的情况底下，我们很有可能会散发一些不实的信息，我们就变成了不经意的撒谎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无心的
但问题是，无论有有心或者是无心，所带来的破坏或者是伤害都是一样的，对吗？因此我们不仅要不要单纯的相信媒体上所传的每一个信息，不要单纯的相信，而且当我们要转发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好，第二个问题，我们所说的对人有帮助吗？以父所述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所以让我们立志不说这样话，不说任何诅咒他人伤害他人的话，而是说帮助安慰人的话。第三，我们所说的可不可以激励其他人呢？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边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责任是有彼此的建立，好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因此我们需要激励的言语来互相的鼓励，一同成长。第四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有需要呢？如果我们说的话是没有必要，又特别这些话是跟其他人有关系的时候，这大概是闲言。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因为只是不当的话都是一个罪。第五，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可施良善呢？希望这五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舌头，在我们说话以前停一停，想一想，让我们在说话以后可以帮助我们检讨，不断的改进，好让我们的舌头真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智慧，为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在这个本来很冰冷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带来温暖。我们的舌头就有这个责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舌头可以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身体的部分，但是神你有恩典，你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求你让圣灵帮助我们控制管理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能够通过我们的舌头彰显你的智慧，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全能。我们求你带领，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谢谢薛牧师为我们证道。现在唱回应诗歌，我邀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带一颗谦卑的心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的生命，求
请坐。下面是祈求与代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一直在保守和看顾着我们，我们也请你继续的祝福我们的聚会，继续我们各样要开展的事工，愿得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今天要开一个新的洗礼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要参加来认识你，主啊，请你在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智慧，明白你的真理，愿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做工，愿他们能够得蒙你的拯救，也能够和我们一起走在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要开展的青少年的家庭的事工，也愿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工能够祝福我们的社区，祝福我们在社区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首先我们有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起立做一下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你。莉莉，莉莉姊妹。莉莉姊妹今天参加聚会，要参加我们的洗礼班，我们也愿神亲自的祝福和带领她。还有一些报告的信息，Christine 杨琴昨天被圣公会的大主教和案例团被案例为牧师。我们希望杨牧师在将来侍奉的路上能够忠心的传递神的话语，也借着他能够祝福到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还有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后面的桌子上有一个祷告箱。如果你有一些要我们教会为你代祷的事项，你可以把它写在箱子里，放在箱子里。我们周二的祷告会会为这个事项来祷告。也欢迎大家啊。祷告箱在，请大家看一下啊，放在后面的桌子上。如果你也有一些亲朋好友、家人还没有信主，你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上放到里面。如果你的家庭有一些状况需要我们为你们代祷，也可以把它都写上。我们有我们代祷的团队会为这个事项来进行祷告。也欢迎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参加我们周二的祷告会，是在线上进行，每天每个周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从今天开始，我们有洗礼班，有正式开始，总共五周的时间，在主日学那边的一个会议室。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者你想要了解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些信息，也欢迎你参加。洗礼是每个人自己做的决定，愿不愿意受洗或有没有准备好，都是会由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受洗，但是想了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欢迎你来参加，
本次的洗礼班由孙传道来带领，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或者跟我们其他的小组长联系都可以。我们有新开了一个羽毛球的团契，在每周一晚上的7点到9点半在这里举行。如果你喜欢打羽毛球，或者你有亲朋好友愿意打羽毛球，欢迎你到时候来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所有的设备都是齐全的，你可以不带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活动是面向我们整个社区的，无论他有没有在我们这里聚会，无论他有没有信主，我们都欢迎他。一月教会每年一度的青少年营会在一月份进行，本次的时间是1月17到22日。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如果你想报名，如果你的孩子是在6年级到12年级都可以来参加。报名呢，请访问教会的网址，现在的早鸟价格是450。关于这个青少年的营会，我们教会这个营会是非常有名的，我儿子每年都参加，也受益很多。你也可以请你的孩子或你的亲朋好友的孩子来报名。我们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事工，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你也可以为他来进行奉献。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全额支付营会的学生或者我们的一些事工，我们可以享受补贴。欢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参与到我们教会的事工当中。还有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澳洲的疫情也逐渐的在减缓，政府的各项措施也会逐渐的开放。我们也欢迎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其实也是请大家珍惜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因为当我看到新闻，新加坡和欧洲他们的疫苗接种率非常高，但是每天都还有上千的人、几千的人被确诊，几百的人因为新冠疫情而逝世。所以请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OK， 其他还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手工的那个还在吗？没有了。 OK， 我们请下面请宣牧师，还是为我们啊杨牧师为我们祝福。然后补充一下，聚会结束后只需要收回后面的椅子，前面的椅子请保留，因为后面的聚会还要使用。请杨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让我们低头闭目，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们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同在、交通与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今天上午我们的聚会到此就结束，期待下周和你们再见。